了哦，朱俊祥的话，应该他的诉求呢，在周啊，对上统一的一个比赛里面，朱俊祥呢也是贡献了惊人的一个三振能力。第一位打者呢是神拳林义泉。哎呦！哎呦！不过真的。哦，直球过来打到反方向，不过朱玉贤呢已经就定位，把林英权的飞球呢给接杀出局。这个最中心的这个棒次全面熄火，一支安打都没有。哦，直球过来，虽然感觉火，我今天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过了投手呢，他们的极速都没有吹出来，还要再更快啊，还要再更快，因为应该是150要起跳才对。好，说快就来了，152公里的速球走外角，我哥站着不动被三振，的确进，全部加起来只有一次获得保送上到。应该还是可以拿到胜投，继续保持。改成配音，手套摆在正中间。啊，哎，结果提前落地，不过掉到了打者出棒，所以还是一个三振。结束了这一场比赛，最终的比数呢是6-1，所以拉米戈呢在本周两场的一个交战呢也扳。